现场这么多人，你就哎呀，谁先得到对方手里的玫瑰，就有。那我只要一直坚持不给你，你就永远获得不了。啊，所以我只想让你留下，我这支玫瑰就是专门为你留下。 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不知道，我晶晶姐推荐我来的。那张浩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哎呀。
不是你把我放开行不行？哎呀，真的。哦。不好意思啊。不是晶晶姐和张浩是真的吗？他们离婚了，这件事得保密。出于商业考虑，今天可能会延迟公布这个消息。不是，你调查清楚再下手行不行啊？你别前及无辜行不行啊？这光线太暗了，我没看清楚，而且你又没有脸。喂，我这水管坏了，能不能找个人过来修一下啊？谢谢啊，快点啊！其实吧，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就是缺点灵魂。怎么能叫挺好看呢？懂什么叫灵魂？我怎么就不懂了？啊，我工作我承认我不如你，但谈恋爱这块，我是卡得死死的。我跟你说，就根据啊你上次红娘店的表现，加上我对你的观察，你大概率是一个爱无名患者。用不着你管、啊、公司同事都说呀，说你这三个月谈恋爱够呛，没见你有个男朋友，你是没谈恋爱？用不用帮你？不用。你这么自信啊？过段时间公司会办个单身精英之夜啊，我有预感、我肯定的。我也有预感，你肯定不行，你肯定会来求我的。高江月，我喜欢你。你干嘛呢？别喊。赵江月，我喜欢你。快点，你哪儿来着？给我站着啊，别动。给我站着啊。好。人呢？有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初恋的感觉。我给你来一个约会速成班。你干什么？模拟场景。来，让我们想象一下，这里是餐厅。现在我是你，你是许宁远。这是菜单，接着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感觉？手指，我刚刚碰了你的手指。没感觉。
这个叫做心跳触碰法则。